哎，大家好，我是龙哥，我是瑞哥，大家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哎，还有我们的魏总，请入庆，大家早安。哎，吃饱了吧？吃饱了。吃了好多蛋饼。今天我们又要开始行程了，那么请瑞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去的哪些景点。那因为我们今天是在台湾的东部，台东。啊，本来我们还要再往花莲走，还有花莲地区地震，然后有一些地质比较不稳定，所以我们就在台东这边到一些。我们会从台东的纵谷县，纵谷县的话这边有出入牧场了，好，那我们会到慈善的博朗大道，会有一个金城武术，金城武术啊，对，金城武术，哎，在金城武，哎，然后那边有一个广阔的稻田，现在应该是，稻田应该是金色的了，会非常的非常的漂亮，很广阔很广阔的，然后再来呢，我们会走跨过去台湾的另外一个第五大山脉。海岸山脉，那就跨到太平洋那边，整个沿海的这个道路，那我可以看到太平洋的这个海景。哎，今天大家行程就是这样。好，咱们开始我们的行程。Let's go, go, go。道友，山高路远，如果找不到答案的话，就去找自己吧。顺便去看看这个世界，将向往的地方。都变成走过的路。你想要走这个方向，还是想走别的？刚才要跟他这个方向。这样可以，不行。对，绕绕在牛面上，还有这个。云雾缭绕，哇！哇，出售稻田哎！啊，出售稻田？七千二十七平米，七千平米，七千平米，啊，才500万人民币啊！这么便宜啊！哪里有写钱？啊，我也要做农民。台湾不知道要不要持证上岗的。这个稻米长得多好啊！多少人都觉得。天平会倾斜，多少人的筹码总缺少了几个，多少人都以为得到的太少，又有多少人总在计较太多。从日本，日本来的啊，欢迎的。好，走这边，这边当啊，这边摊，这边当，谢谢。不要客气，欢迎光临。这边请啊。啊，我们就在这里吃。200，200块。